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。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是关于一款神奇的空气净化袋，只需10美元就能让你的臭鞋焕然一新。数千名亚马逊购物者都在疯狂推荐这款产品，让你的鞋子、健身包不再有异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如何让你的花园在夜晚也能闪亮动人。亚马逊现在正以29美元的优惠价出售一套8个太阳能花园火炬灯，这些灯具不仅防水，还能自动点亮，为你的花园增添节日气氛。最后，夏威夷刨冰机现在只需55美元就能入手，这款机器操作简单，能快速制作出美味的刨冰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爱不释手，甚至还有顾客用它来制作宠物的夏日清凉点心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Yahoo US 报道。夏季天气让你的运动鞋散发异味，成千上万的亚马逊购物者推荐使用 Mozo Natural Mini Air Purifying Bags 来消除不愉快的气味，只需10美元一对。这些竹炭包不仅能去除异味，还能吸收湿气，适用于鞋子、健身包等各种地方。评论者表示，这些包在车内、厨房水槽下和猫砂盆附近都非常有效，但要小心，猫咪可能会对它们过于感兴趣。一个满意的购物者表示，这些包拯救了他的健身包，而另一个评论者则称赞他们在高温下也能有效去除鞋子的异味。仅需10美元，你就可以获得2年的使用时间。当竹炭包吸收能力达到极限时，可以将竹炭撒在土壤中，有助于植物生长。Yahoo US 报道，夏夜在花园或泳池边度过，美妙的氛围灯可以让夏天变得更加美好。亚马逊上热门的8件套 Corefair 户外太阳能灯具现在售价仅为29美元。这些灯具白天充电，晚上自动点亮，提供长达8小时的柔和光线。它们防水且易于安装，可以在后院、前门小径或泳池周围使用。近7000名亚马逊购物者给这些灯具打了5星评价，一位评论者甚至称他们的小火焰给了大气氛围。虽然有些评论者指出他们的光线较弱，但总体来说，这些灯具因其美观和实用性获得了广泛好评。Yahoo US 报道，希尔斯堡县委员会面临着一系列挑战，包括管理增长、改善交通和维护地区生活质量。区二的共和党候选人 Kent Hagan 经验丰富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。区四的 Christine Miller 则以其广泛的商业经验和社区参与而受到推荐。区四的民主党候选人 Jonathan T. Chavez 以其清晰的议程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脱颖而出。区六的共和党候选人 Jim Davison 因其在地方事务中的积极参与而获得支持。区六的民主党候选人 Sean Shaw 则因其丰富的专业和政治经验，被认为是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。Yahoo US 报道，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 Yohund 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中对阵德国队。比赛将于7月28日在马赛体育场举行。此前，美国队以3-0战胜赞比亚，而德国队也以3-0战胜澳大利亚。比赛将在 Peacock 平台进行直播，并将在 USA 和 Telemundo 电视台播出。Peacock 还提供由播客主持人 Alex Cooper 主持的互动观赛派对，观众可以参与其中。Yohund 的新教练是曾执教切尔西的 Emma Hayes， 球队阵容包括8名曾参加2020年奥运会的球员。Yahoo US 报道，夏天到来，大家都在寻找降温的方法，除了空调，刨冰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亚马逊上销售的夏威夷刨冰机目前售价为55美元，原价60美元。这款机器操作简单，只需将水倒入模具中冷冻，然后将冰块放入机器中，按下顶部即可制作出松软的刨冰。许多用户对这款刨冰机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它是夏天必备的降温利器。虽然机器在工作时有些噪音，但美味的刨冰让人觉得非常值得。Yahoo US 报道， Sarah Cole 是 Lift Up Balloons and Designs 的创始人和创意总监。这家位于 Massillon 的家庭企业专注于定制气球装饰，从色彩斑斓的气球拱门到复杂的雕塑，适用于各种庆祝活动。 Sarah 的设计灵感来自与客户的合作，通过对话了解客户的需求，确保每个设计都量身定制。他的公司曾为 Gigi's Playhouse、 Canton Reg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和 Cleveland Clinic Mercy Hospital 等机构提供气球装饰。
Siri 通过气球装饰找到了创作的意义，并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励他人。谢谢您的收看。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、分析简报，更详细的内容，请大家去这些媒体、智库的网站阅读。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，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。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、学者、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，网址是6dobrief.com，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。